直球进来的话，打者基本上现在视觉应该是比较适应的。果然是来了变化球，哇，这个球一垒手没有办法挡下来。原本在二垒上的跑者要回本垒 ，C， 这个球闪过去了。哦，胎名上是先回来了哦。哦，跑者闪躲的技巧非常好。嗯。哇，一垒手其实也是差一点点。哦，整个右外手接球之后传球连续动作很好。哇，这个精彩，这个 play， 这个闪躲做得非常漂亮。没错，没错。水蛇腰吗？嗯、腰一扭，结果躲过了捕手的 tag，嗯、然后手也顺势触碰到本垒板了。对，而且你看他闪躲的同时还要做一个扑下去滑垒的动作。真的协调性非常好。嗯，值得鼓励的是，虽然球没有传得很准哦，但是刚刚右外手那个接着弹跳起来的那个连续动作是很棒的。哦，在这边哦，摸也是摸那个脚脚而已啦，真漂亮哦。